小站不同称呼，喊老板看他反应。老板，嗯，我也想吃梨，你帮我削一个呗。自己没长手啊，自己削。我就知道你对我不好。挑战升级。干嘛呀？动手动脚的，我妈也在呢。宝宝，我想喝饮料了。干嘛呀？你想喝什么饮料啊？我想喝可乐，宝宝。哎，你好。妈，你想喝什么饮料？我给你拿。我就不喝了吧，那又没叫我宝宝。挑战难度加一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那零食放哪儿了？不是，三妈，你瞎喊什么呢？不是，看我干啥呀？肯定不是叫我呀！哎呀妈，你真的是，咋了？你在喊什么呀？我妈也在呢。不是喊媳妇儿，那喊什么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这坐坐。来，阿姨，吃樱桃。这樱桃可甜了，老何你也吃。你叫谁老婆？谁是老婆？不是你这个表情看着我，什么？还让我嘴对嘴喂你是吧？不是，妈，我给你倒杯水嘛。终极挑战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喊老婆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是他妈是吧？什么还是他妈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不是还是他妈吗？刚才阿姨好像又看见了。烦死你了。